台湾距离台东方面的六五四次莒光号列车预计晚13分钟后进站。待会你们的宝贵时间，敬请旅客多多见谅。原定14:01，台湾距离台东方面的六五四次莒光号预计晚13分钟后进站。待会你的宝贵时间，敬请旅客多多见谅。